Facebook 工程师约女同事玩3P 啊。Facebook 成日俾人爆保安漏洞，点知原来有黑洞之争啊！专帮 Facebook 主席朱克伯格写演讲词嘅前文胆老师喺 Facebook 做咗5年，出书踢爆公司女员工成日俾人性骚扰，有已婚工程师仲约女同事玩3P， 但系朱克伯格一于小李，仲诈傻扮懵。原来管理层都睇唔起女职员，当佢哋系二级助手咋。而朱克伯格就好似皇帝咁，受到员工崇拜。22岁生日嗰阵，仲要求女员工着印咗佢个样嘅 T， 男员工就学佢着 Adidas 凉鞋。办公室玩男尊女卑，对女用户一样咁衰。原来 Facebook 有程式俾员工对女用户评分噶，佢哋仲有密码匙可以浏览用户私隐。咁多黑暗嘢，睇你仲敢唔敢乱铺嘢上 Facebook？